如果有一天你只剩下头能够自由转动，你还能坚强乐观的生活吗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马来西亚男孩郑冰燕。前阵子呢，我就发布了一首歌曲，叫做《正能量》。虽然这首歌的点击率呢不是很理想，但是却是给我最多惊喜的一首歌。我过去发布了七首单曲，唯独《正能量》这首歌呢，入围了本地电台的音乐排行榜，登上了 FM 音乐排行榜的季军和 Red FM 音乐排行榜的冠军。非常感谢积极帮我投票的网友们，还有支持这首歌的媒体朋友。为了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决定回馈社会，增设正能量的单元，将些好人好事分享给大家。我昨天呢看了《星洲日报》的一篇暖事例的报道，我觉得他的生活态度给了我很大的鼓励，所以呢，我想透过今天来分享他的故事。他是来自班台的一名战友，名叫志强，今年24岁。他出事的时候，因为大脑神经受压，导致脑神经严重受创，所以他手脚无力，全身只剩下头可以自由转动。可是志强，正如他的名字一样，意志力非常的强。为了减少家人的负担，从几年前开始，他就练就了鼻子神功，单靠鼻子就能够做网络生意。他透过鼻子帮客人交手机话费、水电费等等来赚取佣金。从这个影片我们可以看到，志强只用了不到1分钟的时间就完成了一个交易，他的速度甚至比我们四肢健全的人还来得快。志强虽然身残，但是脑袋却十分聪明。他曾经在槟城的伊甸残障服务中心上学，成绩也非常优秀，但是碍于口齿不清，别人很难明白他说些什么。但是再大的障碍也难不倒他，他可以使用智能手机来和顾客沟通，可以用鼻子来回复信息。此外，志强也是代表国家的残障运动员，他曾经在2017年的东门残障运动会中夺下硬地滚球项目的第3名。那虽然志强很努力的工作，但是他每个月的收入也只有100多块钱。当然，志强的妈妈肯定是非常担心他的，因为志强每天都需要对着手机，而且是鼻子贴着手机，肯定会影响到他的视力。可是呢，志强的妈妈受访时就表示，她不能自私地阻止他，让他什么事都不做。他的故事让我们感到心疼，但是又充满正能量。心疼是因为他每天的工作非常的辛苦，比起一般人，他必须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可以赚取更多的收入。他每一天都这样子低着头对着手机，其实不只是影响他的视力，也会影响他的脖子。他之所以给我很大的正能量，是因为他并没有被现实生活给打败，反而很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。即便老天给了他一个很大的障碍，但他还是用他仅有的行动能力来努力生活，照顾自己。我真的无法想象，当有一天我真的全身上下都瘫痪了，我还有没有这个勇气活下来，所以我真心佩服他。若你看完了这个影片，想要帮助他们改善志强的生活，大家可以先到曼荣美门残障关怀中心了解关心一下，先了解他们的需求，再给予实际的帮助。影片的最后，我也想借此机会集合大众的力量，来制作更多正能量的影片。如果你有兴趣资助我的频道，参与制作影片，或者是介绍更多的好人好事给我，欢迎联系我的 email， 我会在每一集的影片公开表示感谢。最后再次感谢你们的收看，如果你喜欢这则影片，记得帮我分享以及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生活为何总是那么难？多少人为梦失去方向？我一直打转。